大家好，我是上海火焰国术馆馆长马小亮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招火焰行气五行拳，闪身翻身踢，请看动作示范。如光站立，左脚盖气，右脚平移，闪身靠打，第二翻身，右向后撤30公分，左脚跟进，第三先回击，左脚一环抓手，右脚摆扣，一下回击，一环踢，看一下完整的动作示范，闪扣撤开击翻，闪身靠，然后撤蹲，进步一环到另外一边，哗啦翻身踢到这个地方，你啊都可以，不行往回打，玉环翻身劈打，走，马家功夫没有套路，只有抬手。我父亲参加抗日战争，和日本鬼子进行过白刃战，杀塔白，易如反掌。这个内功比较复杂，如果你练得不好，可能走火入魔。所谓走火，走火入魔就是体内的经络乱行，不按规律行走，这个人就废了。我是上海火焰国术馆的马显阳老师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传统功夫中擒拿术，手腕部关节擒拿的握手擒拿术，请看动作演示。当对手握手时，两手相握，比较稳妥的做法，这只手握着对手的肘，这只手错出来，几个指头陆续往下压，来别对方的大指关节，先反向螺旋，再正向顺向螺旋，即可控制对方的大拇指。你好，经常我们看到一些老前辈和别人握手，一般都是两只手握的，原因在于预防的就是大指擒拿，大家知道就好。这一招学会了，这一招在和同行握手的时候要注意。所以我们中国的见面礼是行礼而不握手，握手即是搭手，搭手即是礼事。谢谢大家。澎湃。